宝贝，来了宝贝，来了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，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小吃街的美食，我妹妹他们在那边吃，然后我在这边吃，那我就开吃啦。哎，你们先吃什么的？我先吃藕啊煎吧。藕啊煎，有喜欢吃的弹幕上扣一。嗯，好吃。然后它是倒了蛋，这是鸡蛋，这是青菜，荤素搭配。哇，这大鱿鱼好爽。好好吃啊，就是难嚼。啊，很疼，干杯。我感觉味全还是原味好喝，脆皮五花肉，哇！嗯，这个比我上一次网购的好吃太多了。嗯，香气好爽。这是什么？我忘了。有人知道吗？这外面这一层皮，好难咬开。嗯，味道是好吃的。刷皮太好吃了。嗯，哇，好吃。
像南北一样都加辣了。我先帮你们尝一点这个啊。哇！哎，嗯，这个辣放少了，啊，好爽！吃哪个呢？吃哪个呢？吃哪个呢？生巧的我吃过，吃羊子甘露的吧。好吃的，嗯，羊子甘露也很好吃。好爽啊，我感觉我还能再吃一个。我就喜欢这种微苦的感觉。嗯，太爽了。